好了，又要做选择题了。现在是11点钟，我们是进去呢还是不进去？进去呢还是不进去？进去出就出不来了。哎，还是到艾雅这边逛一下，先把肚子填饱吧。先吃一碗网红的脑螺臭豆腐先，排个队。等一下再去吃粉先。干嘛出示一下，跟他这里来。被封控在这里，基本上不用回家了。这里直接变成了封控区。真没事儿吧？也不知道谁设计这玩意儿，上医院看个病，设计这个东西，本来没毛病，进去把腿磕肿了。真是无语，设计的东西磕一下挺疼的，形式主义啊，磕的腿生疼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